高你，恭喜大家你今日大年时中秋准成功，摩托先生刘春贤，新来千夫小小七的红子，预备下今仔日的请主，萧如秀、萧佩玉、萧玉龙等三位，一同破晓新闻和最新题，我竟然被传成今日下班卖出，来到万福成功庙。欢迎请咱最后一档第二题的演出，邀到咱摩托先帝刘进行坐在宝座，自动尴尬来比优，邀咱今仔日三位请下主要各位看戏来比，两地素食不在，今年我上在天顶富贵有发财，今年在过来过来，不如东海记得没有取缔南山雪山路，南山报告不让天下人安得挂心。大家都听到了，我们有很多东西，要不然是被眼光假暴力，当时的东西把握你。现在我们要向主教及主持的就近投递，大于先锋和前锋时机，做主要文章对不对？实力以及被眼光高兴带给人波比，但只要耐心也来支持，先发挥了清楚我们讲的好去。出门请求美丽不求美丽，在这段里乃如意天使地利王交飞，桂林出现乃如奇，出王能在今顺期出席在春秋的天地万事年空下空奇，李红书寡大奇红飞地自寡不寡不已经开完本书徐徐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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拥有七七的五百千公里电台，在我们公共的跑出海，开始做了跑公孙子公子的老婆啊，休休息休息，地壳一生来点辛苦，富贵安宁两退休，首先陪坐原地，恭喜男主公牛满满年，连万财万家永远都有力量，地方财龙财金龙富贵龙相传，现在是。今日的到位，中华帝王总管好势，马上开演的暗箭太戏文，非常感谢感谢爱情又战斗，咱的小旦陈素华漂亮小旦，奖金五千块，让咱爱情又战斗小旦陈素华小姐，奖金五千块，要过咱三位请出战斗贵团的成员，奖金共三百六千块。我一个花不如一世人，人生有了放在钱放在富贵那大钱，所以代表北方出发人民的团结，做咱北方团主，众多的亲爱观众朋友，掌声是你鼓舞，给这些新人好一段时间，但是成为一天，哎呀，听着安排精彩剧本，带送英雄观音的故事，带送英雄观音的故事。学会节奏，来欢迎你，来看花旗。时间一到，更加舒华的开演谢幕。台中英雄馆，庆祝何时？